灵。哎呦，今天的你长得跟之前不太一样啊。没有啦，李敖大师，我等你等很久了。是的，你看看今天的月色，在这种很迷蒙，很迷蒙，对不对？对。在这种情境之下，你有没有想到要怎么样度过你的下半生？嗯，哦，下半生。对。反正你这么有钱，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是该时候跟你表白了。我希望能够让你下半生舒舒服服的度过。下半生不是下半生，你不要想太多。你那什么表情？哎，没有人这样打美女的。啊，那行，你敢这样打林志玲？不是，但是你敢这样讲，你是林志玲哦。